啊，说最近呢，如果去过西安旅游的朋友，一定都知道那个不倒翁小姐姐吧？这个没去西安旅游的也知道不倒翁小姐姐啊。那应该就是在各路媒体上看到过她的表演视频了。光知道人家的表演好看，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不倒翁小姐姐背后的故事呢？近日。